将军澳日出康成为近年新盘供应重镇。其中区内大业主之一的汇德丰，继去年推出 9A 期 Marini 和 9B 期 Grand Marini 之后，今年在新冠肺炎爆发下再接再厉推出 9C 期 Ocean Marini， 项目只有一座，细分为 1A 和 1B 座，可提供503伙，预计在2022年4月落成。项目以两三房做主打，其中两房户设有324伙，占楼盘约 65%。 发展商早前开放一个交楼标准示范单位，现在看的是 1A 座38楼 B 室，实用面积814方尺，是三房一套的间隔，大厅间隔方正，面积超过200方尺，邀请亲朋戚友到房都绰绰有余。大门口位置设有玄关位，可以放置鞋柜等。在大厅旁的走廊走进睡房区，先有一间储物房连套厕，可以用作工人套房，另一边则是两间面积相约的细房，可以用作书房或者小孩房间之用。主人套房面积宽敞，放置双人大床之后仍然可以三边落床。近主人套厕位置则预留了衣柜位，亦都可以摆放梳妆台。虽然主人套厕和客厕均以云石铺砌，感觉高雅，但就不设通风窗。至于厨房则配备了一系列名牌家电。另外每个单位亦都附送了 WiFi 路由器。日出康城稍后时间亦都有其他新盘，例如已批预售的长实 Sea to Sky， 同区新入伙的就有四期骏海、六期 LP6， 市场租务亦都活跃。至于区内唯一的商场 The Lohas， 将于下半年分期开幕。因应近日疫情，发展商亦都有一系列的防疫措施，除了一般的量度体温、设有搓手液等之外，亦都设有 VIP 包厢分隔人流，又分时段限制睇楼人数，更加首次在物业网站提供网上睇楼，利用360度虚拟导览，可以浏览项目示范单位和模型，令你犹如置身展览厅现场一样。